重机并没有被车子碾压，他只有全身有轻微的多处擦挫伤，那也没有碾压到本人。有没有滑手机的部分不甚明确，我们会今后去调查。那如果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进行1000元的罚款，半伤就是比较多，所以就是车子出入也蛮多的，车子都很多，而且车速又快，对对，蛮快的，要注意。